裁委员罗明常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处理，请卢嘉诚委员发言。卢嘉诚委员，卢嘉诚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处理，请姚文智委员发言。本院委员姚文智、李应元、林佳龙、郑丽君、许志杰、林世嘉等42人临时提案，1989年4月7号，郑南榕为争取100%的言论自由，以牺牲性命殉道的方式，为台湾民主开拓了历史的里程。时隔23年，为了让台湾社会汲取这个历史的教训跟典范，让国人在一个特定的节日来不断来检视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状况，行政院应该在4月7日定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。那么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